马会125周年纪念马标今日开售，喺中环旧天星码头嘅投注站，已经有几十名市民喺中午开门之前嚟到排队，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嘅市民。排头位嘅梁先生，琴晚9点钟就嚟到排队，佢话用咁多时间嚟等，为嘅就系想揾翻几十年前嘅回忆，回忆下嘛，怀旧下嘛。唉，六合彩唔好咁好嘅，因为马标有张纸啊嘛。即係每一個故事都唔同嘅，係咪？馬會喺中午12点正式開售，並且向首10名買咗馬標嘅市民贈送花籃。馬會話馬標可以話係香港嘅集體回憶，趁馬會125周年再推出作為紀念。馬標呢樣嘢咧都係好有歷史性嘅，都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嘅一部分嚟嘅。就我記得自己細細個嘅時候咧，同屋企人去茶樓飲茶咁咧，就有啲阿婆仔啊、擦鞋師傅啊咁咧，就會拎住啲馬錶就嚟轉售嘅。咁到今年馬會嘅125周年啦，咁我哋亦都係想用呢個方式咧，係去紀念翻一下。馬會今次會發行250万张馬錶，每張20蚊，當中有60000套以馬會歷史同名區作為主題。下個月15号開獎，頭獎獎金1250万。馬錶喺40、50年代非常流行，當年嘅獎金超過100万，其後逐漸式微，到1977年停辦，其後99年再推出，慶祝千禧年嘅來臨。